就假如啥子了嘛呀，给多了嘛。你也别了。啊。我们家都很多人，这边我们见的多。我们路上少些。对，路窄，那么别害的。哎，别害的。这个每个黑都要到电脑城里的呀。 那么多东西，搞蒙古的，我带一种，我那么多香港朋友，我讲哦，能看见我就去，怎么可能？嗯，就那专业嘛，专业点。我哥们三点就打了，以前不去啊，现在。嗯，我三点就打嘛，以前不去啊。 过来有，人家小区，人家好些，人家弄大，弄大，弄大是。你那伢那，那打电那伢到底是点？他们急不急？那空调房子能？当然当然。那是，嗯，不成了。那时候干什么？早干，现在也得包点安全。哦，别说接不了了，过来要。 都真的不，对，让老多了。要还有，他得专门让老多干啥？嗯，不多。要。那年纪都叫做了，要了就要今天去海，今天是来的了要。要么就是干小的了，还行。 就是该跳了个，他一路坐了，一路坐着我喊了要。哦，他主动给我推着地，主动给我推着地，他来弄的。那其实我这也，那我就没有。那那他就一抽单到家伙，坐那个，我就觉得主动找老多，见到车子。哦，没寂寞。 这车用了，得等那么的很难收好呀，这些说不磨哎。这车说不磨，人家都不给，不磨人家就是嘛，人家不给了，人家就包进去等了。这车嘛，放了是找好，弄好一点的嘛，这些车嘛，等不热的了嘛，那屏幕遮，那不收了呐，屏幕根本通不了的了。那么就不破了嘛，那我那里啊。嗯，因为遮我啊，几个人我只好打理了呐。我这边不丢。这些也，这些也烂了，要拿去到外面去。
มันจะเลิกว่าจะเกี่ยจนมันจะตัวต่อเตะต่อให้เจไปตั้งเฉยๆสู้เจสุดยอดตัวเนี่ยเฮ้ยลูกหน่อยเนี่ยนั่นล่ะลูกเขยเขาคุยลูกหน่อยเนี่ยสองเชือกผู้เที่ยวเที่ยวลูกเขยเขาคุยลูกหน่อยมันจะไหนตัวตีเจียมันจะตัวไทยหรือฝรั่งเลยเดี๋ยวเราคุยย้อนไปพอช่วยเชียร์ไทยนั่นแหละที่จะปล่อยลูก我觉得工作也当农家，但他的收入也，我三千元也当农家。那我发钱了也，发钱也没得收了呀。但是嘛，你来叫那了，你莫你发钱我心都到了。叫有请假，还叫人弄，叫有吗？叫了，起码得好歹有得做，那有了木了，有感觉的，有木了，到了呀。